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新义乡的东湖国中即将参加总统杯拳击比赛，摕下一金、一银、甲一铜的好成绩。其中摕下金牌学生吴成耀，同时佫因为食歹巴肚去吊大重量后，赶返来参加决赛。今受到身体无爽快，也是为南投县来取得着金牌光荣。校方表示讲，东湖国中的拳击社团多年来拢真辛苦的经营，但是每一年也是不断调整，目前煞面临着需要教练的困境。希望讲相关单位甲公司企业拢会当伸手援手来甲伊斗相共。出拳快速、眼神专注，就是这次摕下总统杯拳击比赛肯定级冠军的东湖国中学生吴成耀。平常时都是早就笑容真高，伊的表情，讲起伊决赛战前食歹巴肚的情形，伊也是感觉真歹势。所以你打的时候，其实是身体还是很不舒服。对对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还是可以硬拼上去到拿到冠军？因为，可是跟家长约定在星期，就是冠军战那个。哦。嗯，在入组项目，东湖国中分别摕下一银一铜的好成绩，也予人看到偏向学校在拳击运动的用心佮杰出表现。其中校方表示，拳击社团困苦经营，教练用心指导，社员自我可怜，创下每年杰出的比赛成绩。现在面临要无教练的困境，学校是真烦恼。拳击队现在是比较缺乏能够长期驻校协助训练的教练。我们的拳击队是身辅组长，兼拳击教练，本身也是代理老师。如果代理期间期满了，我们拳击队可能就会面临没有教练的问题。那我也很期盼，是不是能够从我们县政府或者体育署那一边能够编制一个专任教练，也能够让学生包括我个人能够没有后顾之忧，然后能够更专心的来培育我们同父国中的选手，能够为我们的南投县，包括为将来我们台湾呢，能够争取更好的一种成绩。其中校方也表示，在教练督促以及学生自我要求之下，拳击社员生活态度积极有礼貌，更加是珍贵难得。在学业成绩上虽然不是很突出，但是他在这品性上品格上能够这样的提升。对学生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基础。人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小孩子的品格，所以有时候到拳击队这边来，我能够在训练当中从品格来做起。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的小孩子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师长都对我们有极大的肯定。原住民对着运动就有天分，就算是拳击运动也会当创出一片天。学校除了呼吁公部门会当协助解决聘请教练的问题以外，也希望有诚信的公司企业会当伸出援手来斗相共。记者金川采访报道。